You are magical, lyrical, beautiful. You are. And I want you to know, baby.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, baby.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, baby. 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阿什利。今天的 vlog 视频的内容是我要剪去我的头发，剪去我养了6年的长发。所以呢，首先我会在家把头发差不多剪到这里，然后呢去真空包装一下我的头发，就是去我小阿姨家里，因为她有真空包装袋的那个机器。然后吃完午饭之后，我就预约了下午2点的理发师，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会帮我把头发修剪得更好看一点点。应该这个有70厘米长，我其实之前好像大概量过，上面全是碎发。看看地上我消失的孩儿们，我就在这里扎了个头发，全部掉成这样，这是剪发剩下来的。现在我在等公交车。还要再走到小阿姨家里，还要再走大概十几分钟吧，一共走路程差不多22分钟。今天好热，我还穿了个加绒的牛仔外套，我真的是热得不行不行了。然后这边全是田地，左右两边都是田，乡村风情。好像一根烤肠。